正义的事情，然后被列为就是嫌疑犯人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。那我想查水表嘛，就查吧，我没有做什么坏事，也没有做违法的事情，谢谢大家，不用担心。会被查水表吗？你觉得我算不算吗？感觉就是啊，对啊，而且我觉得那个比例原则上面是很大的问题，因为我又不是吸毒犯，还是杀人放火，对，然后要被用这种方式来对待，那我想做正义的事情没关系，我觉得只要没有做错事，不用担心鬼来敲门。